那我们现在来看这台 Konica C35 哈 EF 哈，这台的话有一个原厂皮套，原厂皮套还有这个原厂的这个相机绳，那我们来看一下哈，那这台哈看一下镜头，快门正常可动作，快门正常可动作，然后皮面的话可以看一下，皮面都完整，前后皮面完整，然后上方的壳跟底部，底部，然后电池室可以看一下电池室的这个部分哈，电池室，好。然后我来看一下底片室，底片室的部分，看一下哈，底片室状态。好，那以上就是这台 Konica C35 的这个视频，谢谢。